超级理财神器啊，干了八年你才能回收多少钱？能不亏就不错了。你比前两天收黑鬼赚得多。当时的工价是69300，那当时人民币汇率高，63港币折合人民币53000。我让你节前来好一点点，这两天新表跌价，那全新的拿货都跌了3000到4000吧。整体成色我看的也没问题，反正轻微的划痕牛毛纹也没有大的磕伤嘛，想着一步给到位了，节前的话85000可以要的。就85000了吧，哎呀，就85000的500，这500块钱哈，85000还好听点啊。好好就成了，没问题。哦，我反正看不看不赢。这是2015年的全套国米圈哈，快8年了，超级理财神器哈，带了8年还挣了32000，没法给你看这个我们老板的笑容哈，还是很开心的。我几年前就是没买劳力士，现在都后悔。那时候去新加坡有个二手的劳力士，我记得才6万多块钱。绿轨涨到最凶的时候，你算多少钱？17万。我要当时买绿轨还挣了10万块。哎呦，你这编码也挺好啊，99661还挺顺啊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